郭碧婷试穿三套婚纱，穿上紫色婚纱像是花仙子，向左转大了。郭碧婷参加了综艺节目《儿女们的恋爱》，在节目中，郭碧婷试穿了婚纱，让观众感到了惊艳。郭碧婷和向左的婚事已经在准备了，消息已经转得沸沸扬扬了。郭碧婷穿的这三套婚纱都很美，这一身白色的婚纱加上亮片的抹胸，非常的美丽。郭碧婷扮演在头纱里，也有一种朦胧的美感，让人赞叹不已。这一身羽毛装饰的婚礼也很有亮点，让郭碧婷有一种轻盈的感觉。郭碧婷的身材和颜值很好，是天生的衣架子，婚礼穿在她的身上非常有魅力。郭碧婷穿的这一身紫色的婚纱，裙身层叠，像鲜花一般，而郭碧婷就像是花中仙子，美得不可方物。向左能娶到郭碧婷，真是赚大了。免责声明：文中图片引用至网络，如有版权方，请联系删除。